气坏了，你看我这满手的口子，这个门敲不开砸不乱，这顿干了要血命了。你不怕憋着啊？素质，平时我是怎么教育你的？您瞧，就是这一扇门儿太过分了。兄弟，我是让你来看一看，不是让你来干一干。退下，带我上前好上搂一搂。哎呀，这就是报纸上提到的那扇门啊，还挺哏儿啊。高科计划时代人工智能防盗门。得，高科技划时代人工智能防盗门，有意思吗？不管我怎么断句儿，它就是扇门儿。从哲学的角度来说，只要是门儿，就有打开它的方法。更衣。啊。明白了，没有眼儿，还瞧不起别人。你笑什么笑啊？这门虽然没有眼儿，上面不是有字儿吗？开门请按确认键，进去吧。好使吗？大胆一点儿，放松一点，接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站住！停！停！啊！